信吧，不可能啦，怎么可能呢？兰姐还活一百年看着他，一个臭嘴里吐出来的沫子还要啊，别疯了吗你？不可能啊，宝宝，只是让人家设了一个套啊，什么要死了，那个人走了，不在身边了啊，这个那个的，这孩子就是善良，太善良了。你总是太善良，让别人算计。不说了啊，格局都是委屈撑大的，受点委屈没不带什么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把事业做好了，什么都好了。五千斤全蹦着你，我怕他难过。行了，不管别人了，爱难过不难过。早上六点，真的。不是，早上六点打电话给我们家阿姨，我听着呢。不说了，关了，关了，下链接，一开，断了，啊，不说了啊，咱好男儿志在四方。好，我妈不跟我连线了。旁白各抱抱，张兰喷大 S， 臭嘴吐着口水，汪小菲讨拍被老妈子挂电话。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那是我前妻，我不会放下她。前情提要，汪小菲日前疑似喝醉了call in中国直播主，谈大 S 还爱你带一点恨。小菲哥，你对她是爱还是可怜？爱，你还爱着是吧？你还在复婚吗？对呀，不好吗？此言一出吓鼠伦啊，以为汪小菲是不是疯了，顶天立地的实业家满腹委屈啊，你猜他去向谁倾诉？他妈，我是一片好心，我靠。不说了啊，格局都是委屈撑大的，受点委屈没不带什么，你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把事业做好了，什么都好了。五千斤全蹦着你，我怕他难过。行了，不管别人了，爱难过不难过。早上六点，真的不是，早上六点打电话给我们家阿姨，我听着呢。关了，下链接，一开，断了啊！不说了啊，咱好男儿志在四方。好，我妈不跟我连线了，好好笑，我连妈都听不下去。俺男宝宝啊，妈宝啊。小菲大意是说，早上六点接到大 S 来电，表示身体不舒服，所以痴心绝对产生同情。但人家和居居也好得很，没有要领情的意思。一定要夸儿子，儿子是夸大的。张兰事后再开直播回应此事，他表示大汪要复婚就 over her day body。不信吧？不可能啦，怎么可能呢？兰姐还活一百年看着他，一个臭嘴里吐出来的沫子还要啊？别疯了吗你？不可能啊，宝宝。只是让人家设了一个套啊，什么要死了，那个人走了，不在身边了啊，这个那个的，这孩子就是善良，太善良。你总是太善良，让别人算计。三立娱乐新闻怎么看张兰骂人好疗愈也奇怪，报道。